但随时会有人给消息，娘，安心生孩子，我会陪着你进产房。护士上报了科室，医院已经批准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医院。 小家属，哎，这儿呢，是女儿，我秦三两。真好，真好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还在观察，顺产，半个小时后去病房，你可以让护士先带你去病房等。好，谢谢你啊。